我有一头小毛驴，我从来也不骑。有一天，我骑着它去相亲，叫相亲。心情很好啊。你吓我一跳。挺好的。相亲角好玩吗？好玩啊，可好玩。好好的，去什么相亲角啊？我一个适龄女青年去相亲角，很奇怪吗？哦，原来你需要相亲哦。我当然不需要相亲了。你都不知道，今天排队给我介绍男朋友的大爷大妈呀，从那儿排到了小区门口，行情不要太好哦。哎，我简直魅力四射。很有意思是吧？吗？好，那相亲角的适龄女青年应该也挺多的吧？我明天去转转。哦，要是有遇到合适的，你帮我看看。好啊，你要是遇到合适的，我帮你参谋参谋。哎呀，厨师儿子又给我发信息了，我该怎么回呢？好苦恼啊！怪我长得太好看。哎，先不跟你说了啊。哎，我刚刚有事儿呢，我现在给你回。现在我忙完啦，我们可以聊聊啦。谁会看上你呀？叶轩呀，叶轩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生什么气啊？